陈小石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我会保护你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别骂别骂，小哥站了。有什么关系？大不了被笑一年，未婚乌龟夫妻，还蛮有趣的。每次在跟你吵完架后，我总是想不要再见到你。看吧，我真的是你的扫把星，所以从今以后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听到你说以后不要再见面，我也很想答应。自我娱乐、社会娱乐、合群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去看看陈小师说些什么。我们下课吧。老师，请你继续上课，我会认真听的。是跟何群之间的事情，你不要去勉强何群。你看小石一个人在那儿，大家都在议论他，你不心疼啊？我怎么会不心疼啊？小石是我的女儿啊。可是既然这是小石做的决定，他就是一定不希望何群被强迫出现的嘛。所以爸妈还是继续支持他。好，我们去哪了？好，乌龟就是力量。乌龟就是力量。
需要你的告白，我们何必在这里当傻瓜？走了啦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啦！准备发稿了。何寻愿意当缩头乌龟，陈小诗的告白是失败的，两个人的爱情以假乱真。是 CK。什么？陈小诗犯了什么罪？让你们这样对他，对喜欢的人说真心话，你们这么过意不去吗？喂喂，哎哎，哎呦！小心小心啊！我教他的。没事吧？陈小诗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保护你。阿哲，辛苦你了。阿哲学长，谢谢你。从没去想明天以后的时间，现在就定义永远。何寻，你终于勇敢面对这份感情了。陈小诗，恭喜你成功了。看来我们的版面和标题需要重新设计了。没错，掌握到所有画面了吗？我们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去发稿吧。